来，转过来啦！终于是属于他们的感谢时间喽。13届往后是不是？12届往前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就顺着哦，顺着这样传过去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你第一趴哦，你不会拿到就哭了吧？撑住哦，撑住。要不哭才能长得清楚哦，要不。还是我从那里传回来，已经哭了。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好，来来来，属于你们的感性时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木栅修十二届王冠。然后我高二上财经修，然后完全是零基础。然后在这个社团里面没有一个我们班的，然后都没有人跟我聊天。洋葱吧，没有骗你们吧？然后就哭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还没切，那就哭了。然后很感谢社长啊之类的，然后都会努力教我跳舞。算厉害。然后感谢总统跟李文学，每次教我的时候都很有耐心。我很喜欢你们大家，然后我总是觉得我是你们的拖油瓶，我很爱你们。然后很多人问我说我后不后悔加修舞，我的答案是后悔。哇，你后悔？我后悔不早点加入这个家庭。哦，是后悔太晚加入了。好，再来下一位。掌声给他！哇，算厉害啊，他讲得蛮清楚的。哇，怎么瞬间传到那边去？跳来跳去这样，跳，回到中间刚好是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不会讲那么久，我真的不会讲很久的。我不会。好，我要先谢谢我的家人，就是，我就是要接下来。就是对，好，反正就先谢谢我的家人。家人在哪里？家人在哪里？挥个手。一直都来，掌声给他们一下吧。一直都很支持我做我想做的事情，然后就是不管我在忙什么事情，每次就是反正就是很谢谢他们一直都很支持我。就是每次像我每次回到家就都很晚，然后又常就是觉得他们很烦，然后就是不想理他们，但还是很谢谢他们。对，好，再来是先谢谢坐在我旁边的这一群人，然后我想，没有，今天不哭，今天不是北干，好，没事。我要先谢谢他们，就是虽然想先跟他们说一句抱歉，因为在高一至最后的时候没有跟他们一起走完。一年的舞社的路，就是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走完，然后但高二还是很开心可以回来跟我们一起跳完这场惩罚，然后就是干嘛啊？拿麦克风真的是蛮难的吧？对，可是我没有哭啊。很好，我觉得你很棒，来继续。好，然后我要继续讲。好，反正就是。一路走，让他讲完。反正一路上很谢谢他们，就是虽然我好烦哦，别再吵了啦。好，反正就是虽然我社练就是几乎很常迟到，然后又很常没有去练舞，但我还是很谢谢他们很包容我。然后每次练舞跳舞的时候。就是最辛苦的就是庄同恩，就是没有他雕舞，就没有今天我们跳出来的这几支舞。就是其实就是很想要谢谢他，因为他虽然没有接到他自己理想的干部，但我觉得他在这个职位上做得更好，没有，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个干部上做得很好，然后我想谢谢他，然后。我讲话很有渲染力耶！好啦，我很快了啦。
然后谢谢那个林中南，然后张巧柔，我不能照顺序来，然后还有唐若冰、玉燕，然后王欣婷，还有陈若欣跟泫雅，还有钟腾。然后我现在一次谢谢完全部人，然后我再慢慢讲。好，接下来谢谢陈若欣，虽然他就是非常很烦，就是很喜欢一直烦我，然后就很烦，然后每次就这样。是，反正就是很烦的一个人，那我还是很谢谢他，因为他每次训练都会跟我一起迟到。原来是有个伴，对，迟到我伴。他就是很烦这一个人，但我还是很谢谢他。然后再来是泫雅，泫雅就是跟他想说的话就是太多了，因为高一就是一起经历一样的就是问题，就是我不会讲，反正就是我们有一样的问题，反正就是。反正很谢谢他，因为高一我们就是一起经历了很多，然后高二又一起当了茶会的总副招什么的，然后这场惩罚就是他就是非常辛苦，就是不管是每天叫大家就是快点练舞啊，或是叫大家快点来跳舞了，或是催大家的舞还没排完的赶快排，然后。就是什么影片剪辑什么都是他，所以就是他这样惩罚真的准备了很多，就是真的很辛苦，就是谢谢他们三个，就是一路上陪着我走了这么多路，不管是在修舞还是在学生会，就是一直都有三个人陪伴。然后也谢谢玉燕，因为玉燕真的是很辛苦的社长，因为我们四个常常就是因为被干没办法，就是因为北干没办法来练舞，所以好没事好，就是还是很谢谢你，就是很包容我们四个，还有王欣婷，就是从高一，我、哦、快有加速哦，就是谢谢王欣婷在高一就一直陪着我，然后就是我在班上认识很就是熟的朋友真的不多，真的只有那几个，所以就很谢谢他从高一一直陪着我到高二，然后。每一句学校第一个讲话的也是他，因为只有他会跟我讲话。好啦，还有很谢谢他，就是跟从高一就是陪着我，然后张巧柔就是脸很臭的一个人，就没怎样，应该那边摆臭脸，就想说怎样，是我惹到他了吗？但他就是也很辛苦这样惩罚，他也是每天都跟泫雅一起忙东忙西的，就是很谢谢他。然后林中南就是一个字很大的人，然后就讲话也是很好笑，然后又很爱跟我尬 popping， 然后就觉得什么鬼啦。对，反正谢谢他，然后把修舞升起来复舍，然后没有，然后台湾兵也很辛苦，就是管网管就是也很辛苦，每天发舞就都很累什么的，就谢谢你们。然后谢谢完修舞，然后我想要谢谢。北干的所有人，就是不谢谢。现在北干要谢谢太多人，所以先谢谢北干九的队服们，通通都有来。然后谢谢北干九核心的支持我，就是有时候明明要开会，然后又要练我们自己北干舞，但我就是真的没办法，我一定要来排修舞的。但你们都很体谅我，不会是怎样？对，谢谢你们北干九核心，我很爱你们。然后谢谢有来的北干小孩们，对，就是有来参加的北干小孩们，就很谢谢你们。还有谢谢我直属蔡浩宇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是哦，这很精致哎。谢谢，好，反正很谢谢我自己蔡浩宇，就是希望你可以加油，然后就是好，谢谢是十三届小孩们，就是一年来你们都很辛苦，就是练舞啊、跳舞什么，虽然就是大家都很凶，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好好加油，就是十三届要把十四届带好，然后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一样，就是很多场表演可以表演的，对，好，哦，然后最后了。我今天已经很节俭，然后谢谢除了北干还有修武，我想谢谢罗新宇、余家浩，然后虽然我不知道翁米跟邝小东还在不在，反正想要谢谢罗新宇、我余家浩、翁米、邝小东还有张安柔、雨珊他们，就是什么？我少感谢人吗？
等一下你们最后，反正就谢谢，就是你们常陪我一起去跳舞啊什么的，然后。我觉得我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反正很谢谢你们一起陪我跳舞，然后给我很多想法，然后再来是谢谢十二届学长姐们，就是十一届的学长姐，对不起，就是我从一进修，我其实什么都不会，我加速，我从进修，我都是什么都不会，然后加速，很谢谢你们一直带我们基础啊什么的，然后。把我们从什么都不会，我们带到现在，就已经可以跳一场成才了。谢谢你们，好，好，谢谢林怡璇、张瑞婷、李翠玲、黄瓜，虽然他们有几个人没来，好，我讲完了，谢谢所有有来参加成才的人，谢谢，我爱你们。下一位。好好，我长话短说，我不会哭，我不会哭。好，那我有花吗？怎么样？我没有花。有事啊，我都花了。哎呦，为什么要板子很烦，很难带回家哎、欸？没了，就这个寄个板子而已。好，没关系，下来没关系，我没有话没关系。好啦，反正就是，好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就是好感谢。好，我不会哭，好来，反正就是。就是谢谢有来带大家啦，不管是舞社的还是班联的，然后对，然后还有，就特别谢谢国中的朋友 ，OK，YMCA， 我爱你们 ，OK， 好，然后还有北干的大家，虽然北干大家真的都很贱，每一个比一个贱，真的很，真的贱到讲不出话来，真的，好，反正就是我爱你们，办这场惩罚真的很辛苦，很累，啊，希望。是让你们开心，让你们觉得来得值得。OK， 谢谢大家，掌声。再来下一位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很好，第一个要谢谢我爸爸妈妈跟我家人。我爸爸在哪里？嗨，那里。好，掌声给他们一下，好不好？对。然后，对，就是他们很辛苦，很支持我跳舞。对。然后谢谢修舞十二届，就是一路以来我们走了这么多。然后，谢谢十一届，对，就是帮我们雕舞之类的，对。然后谢谢十三届，就是你们之后要继续加油啊！我就长话短说哈，啊，然后谢谢北干九的全部人，耶 ，NH， 谢谢。好，然后谢谢泫雅。因为你办这场惩罚很辛苦啊。对，然后谢谢双童恩帮我们雕舞，就是被你雕得很惨，对。然后谢谢牙垢，就是林瑞轩，对，因为就是我们三个，我们四个，就是走了很多，比如像北干啊、惩罚啊、舞社什么的，对，嗯。然后。谢谢周彩珍，那，对，好，谢谢张婷宜、庄怡珍、吴彩柔、黄子萱、李欣黛、张小优、余贝荣。哦，还有什么？好蛋，洋葱发威了。然后谢谢你们，就是做这个板子跟这个花给我。撑住，把它讲完，谢谢绵绵，那个，然后谢谢绵绵，就是对，然后谢谢叶思雨来，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，然后谢谢王宏生，然后谢谢我的韩讯。五色韩讯小孩有来，但他们应该走了。对，然后谢谢我的直属王博浩，在哪？在吧。Party 包啊 ，Party 包。看到一个人员这么好。对。出乎爸爸的意料吗？我妈。然后谢谢，谢谢我的直属
这个无色指数，对，那你要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不要跟我一样混。然后谢谢北干六小小孩杜平浩，还有陈佩玉，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杜平浩那么晚才来。然后祝你明天八馆面试顺利。我爱你。OK， 然后谢谢有来的大家，谢谢。耶，掌声，大家一位。喂。好，我觉得我很多。那你就自己加快喽。要先谢谢我爸爸、妈妈、我的家人，然后很支持我跳。爸爸妈妈在哪里？哎，掌声给他们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长话短说好了，然后就他们就都不会给我压力，然后也不会叫我读书。发挥了。我要考倒数。谢谢爸爸、妈妈，知道你之后会考回来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姐姐。很挺的北干酒，然后就是没有认识他们，就是为我，而是我一辈子的后悔。就是当初本来因为惩罚没有要去北干，就是觉得认识你们很开心，然后。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，撑住。还有我的 partner 林廷毅帮我们剪干接片，虽然他走了，然后还有徐晨真那个木扎学舞的经纪人，你很棒耶，谢谢你。然后要跟我十三届的小孩们加油，还有尤其是我的直属。大鸟跟新慧，就是这个干从接干起就是一个压力，因为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压力很大。然后再来谢谢，真的谢谢十二届的每个人，就我们一起走过了两年。然后昨天就很像昨天还在这个舞台上面，然后是十一届的惩罚，然后谢谢十一届。然后我们木扎学舞十二届就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缺点，然后合在一起刚好完美。互补互补。然后真的最后就是很谢谢有来的大家，还有留到最后的你们。没错、哦。然后来哦。欢迎。啊！什么啦？他送我西瓜、啊。这上面还有别人的名字。他怕你一个人吃不完。好，最后就是谢谢我的所有朋友。陈佩瑜、胡孙巧、庄怡珍、吴彩荣、张小优、于贝柔、张婷宜、黄子轩、李新代，哎，不是要出来吗？哈哈哈！谢谢你们，就是真的谢谢。然后最后就是北干九跟北干三小，然后。南瓜明天八馆加油，然后还有所有学生会或者是舞社带过的儿子女儿，在哪里？有吗？有吴浩庭嘞。然后你们真的都很挺，然后就是没有你们来这场惩罚，我们都不会成功。然后再次谢谢你们，然后祝你们学测统测都考好。好。就是木扎学舞十二届舞研退休了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，掌声给他。来下一位。下礼拜还有捷运杯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社长。哎，社长，社长打头阵，不是压最后。我想先谢谢我妈妈。妈妈在哪里？这场惩罚里面，我花了很多钱。每次都跟我妈要钱，然后都要很多，然后我不忍心，就是明明是我承担，可是我就跟我妈要钱，然后再
谢谢十二届的所有人，每次跳舞都很累，可是如果没有跳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。然后我想谢谢泫雅，就是他办这场惩罚真的很辛苦，然后刚刚那个影片也是他自己找的，然后我完全都不知道，就很感动。然后在办惩罚的过程中，就是很多舞都是我们自己编，然后就是很容易就是中间一度都说不想跳，因为编不出来，时间来不及。可是大家到最后都还是编出来。好，我想谢谢张朝阳跟李宗南。来，珍珠，珍珠，把它讲完。那我要讲他的意思。好，就是谢谢我们班蔡明轩，就是啊，你们两个，就是这三人 hiphop， 因为有他们两个才能完成这组。虽然说人很少，然后掉的又不多，但是很谢谢他们排出来。然后再谢谢蔡明轩，就是。每次趁他没有钱的时候也会找他借，然后他说会借，然后我现在欠他很多，我现在欠他很多钱还不完。嘿嘿，哇，这个要消音哦 ，Ken 哥，这个逼掉。然后很谢谢 C 姐学长姐，就是还回来跳了，然后还帮我们验，然后还帮我们跳。很谢谢他们，我很爱你们，也很爱秀舞所有人，然后很谢谢今天来看惩罚的所有人，谢谢你们。哎，好，再来下一位，哎，快了哦。我要先跟蛇姐说对不起，因为我刚开始放炮了。没关系，没事的，都过去了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跳一跳，我真的快哭了。然后我要谢谢我家人。家人在哪里？嗨，掌声给家人一下好不好？我每天都就是很晚回家，然后他们也都知道，就是也知道我很累什么的，然后他们也都会就是帮我买什么东西之类的。对，就是叫我来买。然后还有十一届的学长姐，就是。从上届惩罚开始就惩罚的时候就变得比较好，然后其实紫薯啦，紫薯，然后他就是原本我跟他我们不熟，然后反正就是他这次惩罚帮了我很多，然后对，然后还有中文爱的，然后还有一堆，虽然对，就是惩罚前我跟一些人就是，哦，洋葱大队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好真是，是你的惩罚，我怕人家。嗨，我好讨厌，你看这样吗？那我看你嘴巴里不好听。他刚拿洋葱靠近他，他眼睛就受不了。好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来把它讲完，把它讲完。反正我爱他们两个吧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在内区跟内区，然后还有有效跟就是我高二其实就没有在碰学生会，可是我还是看到他们还是很感动，虽然跟他们越来就是越疏远了啦。对，我还是很爱学生会的人。对，就这样。好，再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宿舍夜总务小智。嗨，小智。很感谢我妈，但是我妈没来，很可惜。然后每次回家都很晚，然后她在骂，可是骂到后来就是我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每天那么晚回家？然后
吃的东西啊，然后。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，把它讲完，把它讲完。好，讲完了。好，谢谢十一届学长姐，然后还有十二届跟十三届的朋友们跟学弟妹们。然后最后给十三届一句话，就是加油，加油。好，来最后一位了吧？来最后一位。首先我要感谢我妈妈。妈妈在哪里？嗨，妈妈。虽然你现在常常不在台湾，虽然现在就是常不在台湾，可是还是很支持我。然后因为但我之后没有啊，对啊，谢谢啊，就是在我之后没有打工之后，其实我。钱其实很有困难，然后你跟爸爸都有帮我出，然后虽然爸爸现在还是没有到，然后真的很谢谢你们，然后每次练舞练到很累很累的时候，不舒服的时候，你们都跟我说加油，然后开车来载我，然后还有就是站位的时候，每次都会叫爸爸，爸爸每次都会担心说在计程车上不舒服，哎呀，在计程车上不安全，然后。亲自开车载我去，然后还要隔一天要上班，站不站？阿妈，阿妈，谢谢你，爱你、啊。哎呀，阿妈来了，掌声给阿妈一下好不好？好啊、阿妈真厉害哦，待到最后，待到最后。还有阿妈大姨，谢谢你有来。然后还有就是谢谢十二届的各位，就是因为我常常就是睡过头，然后就算醒了还是会迟到，但你们都。包容我，然后还有什么的，然后就是谢谢，炫雅，就是在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很不想跳舞的时候，一直支持我，然后鼓励我，还有庄狂恩，就是每次跳舞都很辛苦，虽然我每次都臭脸，但我不是真的不爽，但我就只是跳很累而已，我没有捡到钱。然后陈文林就是很多事情都可以跟你讲，然后你都会给一些建议，还有什么的，然后还有牙狗吗？就林瑞轩，就是每次都会嘴，然后脾气真的很不好哎、欸，就跟你讲一句话，不要啦，你有每次都被你凶，我人觉得很莫名其妙。那还有玉燕就是，哎，就是真的很谢谢你，然后对，就是很常包容我常迟到啊什么的，然后江桥拜托你不要再那么丑了，然后不要再哭了，还有林中南，现在就是。然后跟我练那个双人蛮辛苦的。呼吁谁？哦，没有了，开玩笑，那没有了。然后还有网管，就是常常发那些有的，就是不是有没有，就是那些照片啊什么的，很辛苦。然后我刚刚还在后台凶你，对不起。就是我没有捡到钱啊。然后还有十三届的你们，就是。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撑下去，然后对，就是保持初心，继续撑下去。还有十一届的学长姐，然后还有花花妈咪，哎，你刚写超久，我真的啊。然后对，就是这样，差不多。好，那我们的感谢今天到这啦，那我们请我们的所有的人起来，双手牵在一起，然后拍张大合照吧，双手往上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第十二届舞蹈秀独立惩罚 Dance Pass 就到这里，到一个圆满的结束喽！谢谢大家。明天见，明天就看第十三届啦！我是今天主持人黄健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哇，现在就是大家的拍照时间了 ，OK， 放风，下班，辛苦了大家，辛苦。